Sports 运动时间，欢迎邓威。Purple 大碗。好，邓威今天一开始要带我们看的是棒球的消息。其实现在目前的美国职棒大联盟都已经进入了这个季后赛前的调整期了。理论上除了运动家队的比赛之外，其他都不需要特别的去观察。不过今天特别要跟大家介绍这场比赛的原因，就是因为你看看刚刚有一个偷点，但是这个偷点发生在什么时候？十局上半，而且刚刚偷点的人是 Bias， 现在目前芝加哥小熊队的一名强打者，他在这场比赛当中才敲出过他本季第31号的全垒打。所以对于一个强打者来说，通常我们大家印象是在关键时候你应该就是要强攻，对啊，因为大家期待你要强攻，没错，但是却最后居然采取偷点。当时其实13垒上有跑者，但也就因为这个偷点，最后是帮助芝加哥小熊队以4-3击败了国民队。所以只能说 Bias 除了有强打能力之外，他还非常有脑袋。对，那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介绍这场比赛呢，好像也是用脑袋来打球，是中国大陆的选手，他的名字叫陈小新，他在最近的日本羽球公开赛当中是以直落2的成绩击败了戴资颖。而在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其实就有中国大陆的媒体就写了一篇报道，说他们好像已经找到击败戴资颖的方法。真的假的？我们一起来看看。日本羽球公开赛球后，戴资颖力战中国小将，首局中断，戴资颖就有 nice play。一个转身反派让陈小新愣在原地，但不料这样杀气腾腾的表现却没能让戴资颖平步青云。It's gone long. 往前攻防后转换吊远球，但戴资颖吊太远，让第一局就以18-21送给对手。第二局中段开始，戴资颖比分还被逐渐拉大，而当时陈小新这个扑球虽然没有顺利救到，但看得出来这名20岁小将火力十足。戴资颖虽然守住3个赛末点，但最后这球还是被鹰眼判定打出了界。中场戴资颖就以18-21、14-21在日本公开赛16强提早收工。平常就是这样子练习，然后可能还是要到比赛的时候才可以知道。这场比赛胜利可谓提振中国羽球士气，因为大陆新浪网就有篇报道称，世锦赛何冰娇也曾战胜过这世界第一，国羽女单正从戴资颖身上逐步找到破解方法。面对各界压力，戴资颖也在脸书上po文说：“我不是无敌铁金刚，我是戴资颖。”显然对外界赢球至上的高度期望有些反感。但胜败乃兵家常事，中国大陆羽球真找到破解方法吗？战线拉长，答案自然能拿。三立新闻邓荣报道。好，确实刚刚戴资颖说自己不是无敌铁金刚，因为外界给他太多的关注。我不过来看这个人有没有可能是无敌铁金刚的邓威，我不知道该怎么评论他才好因为我们最近发现了一个数据啊，就是还记得吗，9月2号大谷翔平有重新回到场上投球，没错，但是投完之后呢，就有一份确定的报告是大谷翔平可能要开 Tommy John 手术。但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析的这份数据，就是他居然在受伤前跟受伤后打击上面的水准有所不一样。我们先来看一下，在他受伤之前，他其实在大联盟一共先发82场比赛，是82场上场打击的一个情况，他总共打击是266次，他的打击率是多少呢？2.75，安打65，全垒打15，看起来都非常的不错。但是要请各位观众朋友特别注意打击率的部分，为什么呢？因为接下来在悬一旁边这个打击率，你看是多少？受伤之后的打击率居然是来到了.438，对，4.38的打击率。当然，你从安打跟全垒打数，你没有办法看出一个所以然，原因是因为打击数有差距，没错。但是打击率从8月份开始，它一路往上爬。这也让有一些大联盟球员开始在怀疑说，哎，这为什么大谷翔平明明韧带受伤了，他居然还可以这么厉害？所以说，这个今年大谷翔平到底有没有办法抢新人王？新人王，或许呢，接下来这个几个礼拜呢，我们可以好好的来观察。然而，接下来我们要带大家来看的就是哦，这个先前啊跑去澳洲踢足球的闪电哥，世界最快的男人，对，没错，Usain Bolt。他最近呢换了一个战场，他跑到一个无重力的机器上面去跟人家赛跑，但是没有想到你看到像太空人这样，没错，他还是跑在前面，好强哦！所以说这个波特不管是在地上或者是在这个外太空哦，好像都有这个闪电的实力。不过呢，这个轻松的消息看完之后，刚刚有说到波特不是去澳洲踢足球吗？对，我们接下来要带你看的是总统也跑去踢足球，就是最近有一名赖比瑞亚的总统，他现年已经51岁喽，他在一场友谊赛上面，他不仅登场，而且还踢了70几分钟。
顶着个大肚子发边线球，场边居然还有球迷立着他的14号球衣。对阵奈及利亚的足球友谊赛，赖比瑞亚这移动缓慢的球员居然如此火红，赛后甚至还办球衣退休仪式。这家伙究竟是谁？ Today I'm the president of the Republic of Liberia. 我们替他戴上眼镜，他可是西非国家赖比瑞亚的一国之主。I want to survive, you know, but we were doing good things and our team was very great. 倘若他比现在再瘦一点，或许就有资深球迷认得出来。他可是当年获选过世界足球先生，也是目前唯一一位拿过此殊荣的非洲球员。1995年效力意大利 AC 米兰的他，该年战功彪炳，让他首度取得意甲冠军。他的家乡更因为他知名度大开，让他成为赖比瑞亚举足轻重的名人。2017年参选总统，最后顺利当选。这回在友谊赛中出赛，除了是因为国家队为了感谢 VR 对足球的贡献，同时也是为了让他风光从球场隐退。这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非洲传奇，因为一场友谊赛再度成为全球焦点。三立新闻邓文报道。